绕了那么多地方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个魏巡又在瞎说。姐姐是我。师兄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要回巫族一段时间，想来和你告个别。小宝姐引我到了这儿，一进来我就看到。好你来了。啊，云锦姑姑。云锦，她是太妃身边的老人了，前不久听说已经染病不治身亡，已经出府下葬了。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他是不是死了？不对，他是中了巫术。巫术？之前你说三生花已经进了一期，所以我怀疑他就在王府。何以见得？我之前去看过赵姑姑的尸体，表面上虽然像烧焦的，可是其实是黑巫术造成的。还有就是，等会儿他醒了，应该所有的事情都会明晰了。